你这加里奥你真牛逼。对啊，他加里奥都是这样子玩，你能拿他怎么办？一级牺牲自己啊，纯牺牲自己，这就这样子打游戏，那谁也顶不住啊。我升二了，你必输。貂蝉，貂蝉，我不出 Q 啊，他肯定他在等我抬头动作，我跟你讲，在等我 EZ 的 Q 的那些抬头动作，但我只要不出 Q， 他就很难受。他闪了之后，我还可以还是可以接着不出 Q， 看分走位的。这种情况 Q 留在手里的威慑力比放出去大得多。我没有耀光的钱啊，很尴尬呀。那就没办法，那就常规出装的。有耀光的话肯定出耀光的。两个人都交闪的，半夜好吗？半夜好呀。这波有两个细节吧，一个是走位拉掉了瑞尔的 W， 对，另外一个就是 A 小兵升二，不管瑞尔 ，A 瑞尔跳下来不管他 ，A 小兵升二级上去打卡萨，那是两个小细节。尽量不要在这种线跟卡莎拼 QA 啊，你这种线跟卡莎拼 QA 的话换血不赚。哎，现在流程漏了，我要给他压力了，都交了。打瑞尔就是这样子，他会走位的。好，没有博弈好，博弈好的话我杀了呀，那个 Q 打出去再接一下平死的，但这波就是没有博弈好。 EZ 打瑞尔是那种没什么压力的，就可以跳上，就可以走上去平 A 打瑞尔，然后瑞尔如果交 Q 技能的话，可以看跟不跟的 AD 跟不跟得上，如果 AD 跟不上的话吃他那下 Q 也无所谓，如果 AD 跟得上的话他 Q 的瞬间交易就好了，走上去 A 他就是白嫖取量的。等会瓦吗？等会不知道瓦不瓦，等会看看情况吧。主要玩瓦打不过其他人啊，我感觉我玩瓦没什么作用啊。如果说我玩101的作用是100的话，我感觉我玩瓦的作用只有 0.1 啊。这没必要吧，兄弟，这么坑他吗？闪现 RQ 就来了，那意见很大了。
拜拜兄弟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走好不送啊，你这个自求多福。这么爆吗？他就22刀。海恩是闪20秒左右的，下午谁呢？来，让你 Q， 控制抵消。哎，完了，没 W 吗？这个E上去还被他 W 踩到，是我的失误啊。没蓝啊，兄弟。EZ 打哪些有压力吗？ EZ 打硬斧都没什么压力啊。 EZ 打硬斧里对线有压力的基本上没有，打硬斧的压力，对， EZ 打硬斧是没什么压力的，就对线来讲他不是一个 不怕硬斧度的英雄。是不是觉得很帅？左右开弓，对啊，算是我的成名绝技吧。我玩 EZ 还是很喜欢左右开弓的，左右开弓对于伤害的计算要比较自信一点，不然很容易就变成雨露均沾。我家补一波啊，上路奥恩打那应该挺难受的。应该放在博物馆里，应该放在博物馆里。我可能切多了。我靠，你对他意见这么大吗？又是闪现阿 Q。啊，锤石。锤石有一点点不好怎么说呢，不好处理吧。哎，好，飘大招，两个技能，两个人都打不过我的，没出到过。EZ 打锤石的话，就是对于那个 Q 技能的判断吧，那个不太好判断，但也还好， EZ 打锤石没有那么难受的。你要说难受，那肯定不到难受的程度。这个版本滑板鞋很弱啊，这个版本不用怕滑板鞋的。
这个版本的滑板鞋很弱很弱。另外一个打滑板鞋是不好打，然后打轮子嘛也不是很舒服，打其他的是有操作空间的那种。对啊，就是打艾希呢，打艾希打维鲁斯都是属于不好打的，但是可以凭借手法操作一下。打轮子嘛是手法也很难操作，轮子嘛这个英雄太打 EZ 太好打了。打对线带强攻啊，打团战带征服者呀，对线强攻团战征服者， EZ 不怕德拉文的，我只能说 EZ 真不怕德拉文啊。但是少数前期能跟德拉文碰一碰的 AD， 很多 AD 跟前面跟德拉文碰的资本都没有，但 EZ 算是能碰一下的，我少期能控完。我的我是要套上漏的。其实这个二塔现在没必要去了，这个兵要被他吃完的。本来想着转到下路把这个二塔顺便推了，但是又看到先锋快刷了，还没闪呢。哎呦，好走位！少侠，好走位啊！永不动摇。哎，死前把大招交出来就行。拉锤去！哦哟，好帅的杨洋！哎呀，好烦啊！好难受啊！这波我输了，这波输得很彻底啊！听起来我是在犯罪吧？不用回答这个问题。没视野啊，兄弟！我要压这个中二塔，必须保证一边有视野，要么我打野在旁边，不然压这个中二塔付出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也不能怪对面下路，卡莎加瑞尔怎么打 EZ 加卡玛，
常规来讲，卡莎加瑞尔要被 EZ 加卡玛虐一辈子，是这处于对线非常非常痛苦的那种。他们不以前那样，要多见你。永不动摇。差一点。不是，这是我能看的吧？我承认阁下很帅。完了，没，可惜了，这隔门技能空的有点多。技能空的确实有点多了，感觉这个E技能好像不该空了。我直接交闪好像也会好，我那下E技能还是被E交了，还是被他戳到的。如果直接交闪，直接交闪的话，专注。是两个，有点贪，我感觉他想打两个，两个都想撞，结果一个都没撞起来，对吧？感觉有点小贪。有闪吗？瑞尔没闪现。我操，伤害这么高啊，一套1900血。兄弟，我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真不好意思，这是确实是我送的。但他伤害有点夸张。这小娜跟卢仙拼啊。我没死过，小娜跳卢仙脸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你不得找死啊？这是什么？我人晕了。我靠！哎，不是哥们，真会叠拉吗？有点怀疑他到底会不会叠拉了。本来就是不好说。别走神，将来的事是好是坏没法预料，所以我才专注。哎，魔切都能升级吗？我想升三项的。哎，原来魔切现在都能升级啊。
升级成什么样？加了35，加了14点攻击力，16点极速。哎呀，好高的伤害啊，他好爆啊，这么 BT 吗？我肯定是想升级三项的，升级三项全面一点，但不小心把魔蝎放第一个位置了，有点尴尬了。一波吧，杨洋给的安全感好足啊，勇敢杨洋。我这么帅吗？还要回手掏刺杀、啊、拿一个呗哥。哎，给的，真给的吗？看到了，给的吗？以为真。